工作能力当中，要不因为我最近这次过去我做过，这一些年比较没，让家长们感觉到我的骄傲，也知道我做了过生日回家，我都到不同意。但是你个，工作人员的年龄加上你十年前的落地。中间三家是在这里搞事情的，全身的油钱，叫这些客户去交房，买个农场村的家具经济，因为心里难办，大拿心里老个农场地去了房，反正一年在外，露出难办，毕竟中间这个所在办了呀，根据做节目的多的。苍茫的人，这些在江北区来讲，刚刚追溯的某年，六十七月。这个情况比较还是蛮好的。那这个就是这个情况，从解放以来，这些年来，那云南老百姓他就不接，他们接不进来接。那他们在啊，长宁古镇啊，边疆路上，俺给掌握，长宁古镇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康嘛，这里出来的，下个月的几多月，反正这些钱反正我是钱收下的。哎呀，假如咱们嘛，普通的康嘛，这有些都是那个农村的噻，了解一点，了解一点。假如平常不太了解，这有些都是那个农民，就是那种。你不记得刚接的时候，今年比如说刚接的，就是过年，那你等了那么久的，那你下个几岁的，都是些没啥的，妈要求的，我那是也是缺。小别是一些下毛巴的脚把子咯，啊你前年个，个年纪过了过来，天冻都是些大雨的，等到从咱妈半年以内啊，得吐了年病多呢，就这刚接近一呢，咱上老了咯，去岁完了多呢，俺手脚不个有啊，手指几乎没把它，第一脚老老老老，做了我今年个运运的。下水泥鱼啊，对，说是生活嘛，这对的那么跟着点个，这些节目来的，我这就这都就能点个节目，选个选。这泥也是当然的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就是说的，起码这个，因为刚开始是不定的，不久过一段时间，几年后来的，啊，都是在房间里的，房间里嘛，不是说是地主的，你什么什么，这个啊，就都当然就都这些了。说我这些说了，但环境不对，因为工作有些地方，现在在有些地方有工作，但是恐怕恐怕涨。